我们现在麻烦出示一下，你请你出示证件哦。这名浑身酒气的民众在3月28号搭乘计程车，却拒付车资，还在超商 ATM 提款快20分钟。五星街派出所员警获报后到场关心，并请他出示证件。没想到这位民众却拒不配合，被员警依法带回派出所查验身份。结果他竟然还口出三字经，行为脱序，被予以管束。计程车司机表示，该民众已在超商提款逾20分钟，警方进入超商关心民众提款情形，并要求出示证件查证身份。过程当中，何姓民众散发酒味拒绝，并不配合，警方依警执法带回所查证。带回所查证之后，何姓民众甚至出言辱骂三字经等脱序行为，警方予以管束。等到这名民众稍微清醒，并通知友人到派出所协助返家时，这位民众竟趁机出脚踹向执勤员警，当场被依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送办。民众清醒后通知友人协同返家，何姓民众趁员警不注意时踹脚攻击员警，当场依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。新义分局呼吁民众应理性饮酒，切勿饮酒过量，更不容许借机滋事、挑战公权力等漠视国家法律等行为，影响公权力之行使，警方必定依法就办。记者张吉腾台北报道。